良心母母动物园，请您在收看时多喝几口水含在嘴巴里面，并确认好你的电子产品都在保固期限内。如果发生泡水或损坏，我们一概不负责。以下是我们的园区介绍影片。我老婆开演唱会，把进去支持一下，第二杯通道怎么过不去了？阿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去年都没过去啊！啊，我就跟你说了，我没买票不能进来。我要出差，啊，你们就留在家里面。上次相信这些鬼话的比较啊，他已经在森林里待23年了，男人的嘴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鸡巴饭？不是鸡巴饭啦！好嘞。你要不要吃？好呀。吃什么哈啦？你别来放屎啦！你要不要吃啦？可不可以你吃那个阿娘？吃啥小啦干？咖喱被吃晒！小妞们，小妞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对象了，打冷静，打冷。小姐，阿娘你好，我台北23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冷静一点。我说我有对象了，小姐，那个我不言不语，会疼会痒，那个真网婆，那个你给亏吗？好，这边树上没有的掉，不可以的。